老公，你哪会讲闪尿啊啦？啊，真正是被迄个医生害死啊啦！当初叫你不要乱动手术，你就是不听啊！啊，我哪会知？啊，迄时阵就一粒钉钉射伫我遐，敢会当袂去看医生？啊，去看这个欧彦全医生，也是号称台中荣总的名医啊。哦，那天等你手术完，医生从那个手术房走出来，还笑嘻嘻。结果伊叫你小鸡鸡规组给捧出来，哦，我吓得要惊死嘞！啊，伊明明甲我讲，只是要做切片检查，啊，签的同意书也是做切片，啊，即马把我鸡鸡直接切掉去，即马存两寸子。后来那个报告后更是气人哦，说什么你鸡鸡上面那个是花炎肿瘤，是良性的，根本不用整只都给它切掉，结果搞成这样子，什么男性雄风都没有了。啊，卖讲无法度，甲你拉乌拉乌啊啦！即马是想要放尿放未出来，啊，无想要放的时阵，佫冻袂掉。而且我佫受气的时阵，伊竟然讲，啊，就赔我20000块就好。啊，虾米啊？阮一世人的幸福已经互伊害了了啊啦！哎，卖佫哭啊啦，紧甲床单挖挖的啦！明天来，我们来去法院哦，该告死啦！看得错人了吧？